音乐哦哦 Star。喜欢上一个人的心情，总是苦涩的快不能自已，从那一天起开始对你的 love 熟悉。我们是今天的 DJ AKB48 Team TP， 我是小迪。刚刚听到的歌曲是我们在2019年发行，收录在第二张单曲的 Love 修行。它的旋律节奏轻快，听到歌曲就会感受到像恋爱中的感觉。虽然歌曲的旋律听起来很甜，但歌词里面除了讲述恋爱中的甜以外，还有提到的是恋爱的苦酸，是一首很有层次的歌曲。就像粉丝跟偶像跟大家相遇，就像命中注定一样，看着偶像表演很幸福，但幸福的时光过得很快，要分开就很难过，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可以再见面。由于这首歌是收录曲的关系，所以大家可能对歌曲不太熟悉，可是我觉得非常好听，所以想要推荐给大家。好，那接下来的歌曲是 FIR 飞儿乐团的 Fly Away， 是我小晴近期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曲。我本来是偶然在某个节目上听到这首歌曲，但听到歌词的时候就觉得很触动我。华丽摇滚的曲风带来了满满的正能量，而在曲中我特别感受到的是让我们勇敢去挑战这件事。其实我每一年生日都对自己有一个小小的目标，而这次今年的目标就是勇敢去闯荡，不要让自己在自我怀疑中停下脚步。而这首歌完完全全就很符合我的心情，同时也鼓励着我。希望大家也能够跟我一样，在这首歌中获得勇气，一起为自己的梦想坚持下去，勇往直前。让我们来听一下这首歌曲
Fly Away。
心中的胆怯，逃避去兑现曾经你许下的诺言。你别怕不对，失败要坦然去面对，就赶紧找回那些失去的自我，敞开心去创造一片全新的天空。如果你能把握期待机会在你的手中，新时代亚太更精彩，最爱九二三亚太电台音乐。哦哦 ，Star。
回到音乐 All Star， 我们是今天的 DJ AKB48 Team TP， 我是小晴。那刚刚的歌曲《未来的果实》是我们最新单曲里面的附录曲之一，而演唱的是我所在的小组 UNISAKURA 共十位成员。比较特别的是，这首歌其实是一年前我们举办的运动会中，当时我们组以第一名的名义赢得了高级烤肉卷以及这首附录曲。记得当时我们并不知道最后的奖品是什么，只知道会有好吃的东西，所以我们单单为了能够用公费大家一起吃大餐而拼命的去比赛，所以也算是烤肉的力量带领我们通往胜利吧。这首歌是第一首属于我们组的歌曲，轻快的曲调传达出我们每个人其实都在青春中探索，或许有很多疯狂的梦，但只要敢说敢做，一定都能够亲手触碰。希望这首歌能够带给大家追逐梦想的冲劲，以及享受青春的热血。Hello， 大家好，我是小迪。虽然是偶像，可是少女偶像中也有喜欢乐团的。接下来我想要介绍给大家的是我最喜欢的乐团 Linkin Park 在2003年发行的歌曲 Fate。 其实他们的主唱 Chester 经历了一个很艰辛的童年，在这首歌里面他讲述过去的事情已经发生了，要承认接受过去，肯定自己。 Chester 在这首歌中嘶吼出内心最真实的声音，给予自己勇气，宣泄自己的情绪。我听完就觉得心情上会有转换，会觉得很热血。不管过去如何，大家都要坚强地往前走。接下来我们来听今天他的歌。Loneliness, a little bit of disregard, handful of complaints, but I can't help the fact that everyone can see these scars. What I want you to want, what I want you to feel, but it's like no matter what I do, I can't convince you to just believe this is real. So let go, I'm watching you, turn your back like you always do, face away and pretend that I'm not, but I'll be here 'cause you're all that I got. I can't fade the way I did before. Don't turn your back on me. I won't be ignored.'Cause you don't understand to do what I can, but sometimes I don't make sense. I am what you never want to say, but I've never had a doubt. It's like no matter what I do, I can't convince you for once just to hear me out. So I let go, watching you turn your back like you always do, face away and pretend that I'm not, but I'll be here 'cause you're all that I got. I can't fade the way I did before. Don't turn your back on me. I won't be ignored.Back on me, I won't be ignored. No, hear me out now. You're gonna listen to me.
张惠妹阿妹，亚太电台你一辈子的好朋友。空中响起跳动的频率，电波间记忆和我听见你的最爱九二三，就要和你在一起。音乐哦哦 Star，起作用。
回到音乐 All Star， 我们是今天的 DJ AKB48 Team TP。刚刚听到的歌曲是我们 AKB48 Team TP 所属乐团 The Puzzles 发行的主打歌曲《Majisuka Rock and Roll》。The Puzzles 里面有五位成员，其中我跟 Mina 分别是里面的鼓手还有贝斯手。那大众普遍对于日系偶像都会有种萌妹子可爱可爱的感觉，但在这首歌曲传达的是少女的叛逆以及坚强不服输的精神，希望大家听完这首歌也有勾起大家的摇滚魂。那最后一首歌曲由我小晴为大家介绍，也是收录在我们最新单曲中的《机会的顺序》。我想每个人都会有过觉得自己明明付出了很多，但好的结果总不属于自己，是不是觉得自己还不够好，觉得好累。但我们想要用这首歌曲传达给大家，或许一切都只是机会的顺序而已，尽管现在没有消息，但或许有一天那个人就是你，所以不要放弃，不如相信未来的自己，一口气的往前冲吧。那这首歌呢，也是我们去年的一个特别活动猜拳大会中由猜拳获胜的12个人演唱，能否获得这首歌的位置一切都是靠猜拳决定，真是一个非常刺激又有趣的活动，歌词也非常值得大家细心品味，希望大家喜欢这首歌。那今天非常开心可以来到音乐 All Star， 大家还喜欢我们今天分享的吗？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关注我们的官方 Facebook 还有 Instagram，只要搜寻 AKB48 Team TP 就可以找到我们咯。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关注我们的最新单曲《一秒一秒约好》，各大数位平台都可以收听， MV 也记得多看几遍哦。另外明年2月12、2月13号在松山文创园区多功能展演，不好意思可以再一次吗？另外明年2月13、2月12号对不起，被我传染。慢慢说就可以了。另外，明年2月12、2月13号在松山文创园区多功能展演厅会举办我们的握手会，只要你购买我们的单曲，用背面的序号登记，就可以参加喽。我们也会定期在华山乌梅剧院举办 Reset 剧场公演，相关活动讯息都可以上官网查询。欢迎大家来找我们玩，我们是今天的 DJ AKB48 Team TP， 我是 Mina， 我是小迪，我是小晴，音乐 All Star， 我们下次见咯，拜拜。短暂的等候也不必一股脑
许乘上了某处吹起的风，你开始遥遥领先的冲，奔跑选择的路途中，仍期限